暗流客鬼，本是踮在海浦之上，一波作旋，伫我一眼幻化人形啊！我有书家妹，甲我的书家不相，一个暗魔狗，相三人，我来冻结伊人，而且来作为西施的好兄弟啊！希望有倒一日，伊人生不白日，但是岁月奇怪，今天在来冻中，感觉是沉重，也有疑问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待我驾自回身来。哎，死了！今日先是洪仁了解，我来拜谢前哥，身子真水，而且身带福骨。俺刘下鬼，人家伊传位去后了后，金羊雕刻，我绝对要增加千年的功力啊！好好好，不如往到东中里去，招我的师姐白蛇，一齐往到八中岛来去找丹师金箍上师，哎，我来去找啊！Yeah!